在司令台这边来非常欢迎我们桃园县议员徐玉树县议员莅临到我们的会场，在此来非常欢迎桃园县议员徐玉树议员来向所有的参赛队伍以及所有的观众来问候，非常感谢您莅临会场，谢谢您。好，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在水面上看到的是国瑞汽车 A 队，在我们红色水道的是119，现在119准备夺标。我们总场次第五场次公开男子组，我们119对上我们国瑞汽车龙舟 A 队进行的第二轮比赛。这两轮比赛呢，都由我们119打火兄弟来领先。现在由我们桃园县政府消防局局长谢启勋局长在司令台来准备来等候我们两个参赛队伍。119队，我们打火兄弟非常的辛苦。现在我们119队要向我们司令台来进行打理，现在由我们桃园县政府消防局谢启勋局长来进行回礼，以及我们龙潭乡公所吴秘书来进行回礼，非常辛苦，非常恭喜119队晋级。好，紧接着要继续经过我们司令台前的是我们的国瑞 A 队，我们桃园县的县议员徐玉树其议员也来到我们现场来关心我们100年的龙舟竞赛。好，现在由